我是设计师，然后平常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做海报设计，主要是演唱会海报，然后再来是电影海报跟书籍，平常也有在做陈列的设计，然后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工作室里，所以几乎是许多朋友说是几乎不休息的工作狂。设计或者是对美术美感非常有兴趣的朋友，他们可以透过我的创作感受到，其实一样是同一件事情，比方说做演唱会海报设计，它也可以被玩得很不一样，然后它其实是有更多想象跟创造的空间。这次跟 LDesign 合作 T 恤的设计概念，其实是来自于今年帮凡兹费迪南跟 Mutual Hotel 在11月26、28设计的海报里，我翻完了踢腿小人还有骨皮人的概念，